小心！他真的超酷的！哎呦，如果身上的小弟弟就好了，因为整个树枝都在摄影师的头上。他这个地方是在蜿蜒的小径，所以我们要不停的要注意，我靠，哎呀，这闪电树枝，而且啊，不行，他这样在晃来晃去啊，希望他下面啊有很多那个红树林，然后是岔出来的，如果我们不小心被岔到的话，我们的船可能就会破洞，那我们就要搁浅啦。有没有人在打电动？你想想看，这四个地方啊是当年的战地。这个时候看文献资料啊，是有八百多名的越军就这样上升在这个地方。而经过33年的淡化之后，海水淡化之后，整个红树林又重新生长，然后长得这么茂密，它真的就是原始的森林。然后我们这样在走啊，其实我就不跟大家讲说我在越南，有没有觉得我现在人是在亚马逊的，亚马逊丛林的感觉？在这个地方啊，它不只有很多野生生物，它在树林里面啊，树林之间都有猴子啊、螃蟹那些东西。而且还有什么鳄鱼，所以大家小心哦，不要被一个树枝打下去、杀下去，然后就被鳄鱼叼走，这样非常的危险。虽然经过战争的摧残，但越南人有耐心和毅力，让几十万公顷的红树林恢复了原本丰富的生态。听当地人说啊，这片红树林的深处还藏着一些宝哦，赶快来去看看吧。大哥。哦，我们现在是要找什么东西啊？都得把当地发过啊！哦，抓螃蟹啊！对，这种红树林这种地方最多那种红树林螃蟹。可是我们现在要去怎么找它、啊？而且我这个手上的这个是什么、啊？你叫我拿这个干嘛？都得挖过啊！哦，这个是引螃蟹出来的、啊。哦，你看，它是一只长长的，有没有？一只木棍，有没有？很长。然后这边有一条线，这个你看。那老人特别高。他说他的那个是一个饲料，给那个螃蟹的钓饲料。他说钓螃蟹，我第一次听过钓螃蟹。通常我们都是去抓螃蟹，要不然设陷阱，好不好？可他这个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像一个钓竿一样，长长的有钓线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贝壳，然后这里呢，这个是鱼吧？这是什么鱼啊？像有的都那么高空波那样哟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鱼啊？它这个也是那种淡海水的那种鱼，然后它有一股。很重的腥臭味，所以说我们是用这个来钓螃蟹哦，好特别哦，有吧？我们这样去钓它，钓了以后，钓到以后直接这样拉，哎呦，螃蟹有这样抓的哦。啊，这个钩子，我们之前抓螃蟹，在红树林抓螃蟹就常看到，有没有？直接这样去把那个螃蟹勾出来。所以说，哦，我们现在有两个工具可以抓螃蟹，三个工具，可是有两种抓法，一种是用钓的，一种是用钩的。这片红树林啊，有台北市的3倍大。如果没有熟门熟路的当地人带，肯定会迷路。不过啊，这红树林超难走的，而且小黑蚊又多又凶。大哥，赶快带我们找到螃蟹啊！我快要被叮疯了啦！这个，这里有螃蟹，真的哦，有哎、欸，你看它这个洞啊，跟那一般的那个水洼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这个周围，就是它这个有那个泥巴，有没有？你要抓，拿开哦。完全看不到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当地宅爹，你没有办法看得出来这里面有。有，小心！我的妈呀，好大一只啊！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哇啊！所以它不是钩哦，它把这个杆子啊这样戳进去，那螃蟹自己就会去抓到，有没有？他只要把那个杆、那个整只、那个什么长的杆这样放进去以后，螃蟹自己就会抓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吊起来。啊！掉下去了怎么办？再抓一次。好，来，勾住。Hello， 我感受到有螃蟹在跟我打架，勾起来。哦，有没有两只？有没有？它等于在跟我们打斗。好，瞬间抓。对，就这样。有没有？它算是一个红树林带嘛，所以它戳下去的时候，基本上那个泥土都是软的。可是如果你戳到个硬的东西啊，而且它这个硬的东西，它会跟你有那种反作用力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螃蟹它在跟你打斗，有没有？就这么大一只，而且这个感觉就是哇，很有力，有没有？我只是抓它下面，然后它这个脚勾我就勾得有痛，有够痛的。
哇、哦，这招厉害，这招厉害，用铁钩来引诱螃蟹。这个大哥真的是达人，也许啊他会知道象耳鱼的下落。不过啊，刚刚还有一个工具没有用到，那就是那个钓竿。先看看大哥是怎么用的。大哥说啊，要钓螃蟹，当然要去水比较多的地方喽。这里呀、啊，在这里用这个、哦。哎呦，啊，这边是有水的。我们要在哪一个位置啊，大哥？啊，门要在走哪哦？呜呼呼，哦，直接用钓的，有没有看到他甩竿？有没有？这完全是用甩竿的方式啊，就这样放着，这样就 OK 了。甩竿呢、欸？我也要试试看，我也要试试看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是第一次钓螃蟹，好兴奋哦！就这样哦，我们平常钓鱼对不对？海钓的时候才要甩竿，要不然平常我们就用这样甩出去了。我刚刚看大哥是这样，这样吗？不对，为什么？哪里不对？啊？我看不出来哪里不对啊！啊，要给它整下去。哦，哎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整下去。有没有看到它？其实它这个线呢、啊，是有一个弧度在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说我不能甩得太远，我要有一点那种近一点的感觉。啊？又不对。对了，他没敢很多哎，啊，他要退前面一点点，然后那个竹竿还要矮一点点。哦，我终于看懂大哥的方式了啦！原来啊，插竿子的位置和角度都有关系，要控制到刚好，可以让饵贴在河床上，利用水流来带动饵来翻转，这样就可以提高螃蟹来吃饵的几率喽。刚到了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慢慢吧，慢慢，大哥，我帮你捞，然后你拿这个，然后我来捞，哎，你看有没有在拉撑，他在跟大哥拉扯，哎，有了，走，抓到，哦，你们看到？螃蟹它真的在抓这个，有没有？它整个那个钳子啊，已经陷进去那个鱼肉里面了，勾到了。哎，好酷哦！我没有这样钓过螃蟹，原来螃蟹可以用钓的哦。好了，然后呢？拿起来。哎，勾到了。嘿，厉害！哎，这只就跟我们刚刚在里面抓到完全不一样，有没有？因为这只它是在水里面，所以它很干净，有没有？它完全没有那个泥巴，那个红树林泥巴的感觉。那在水里面抓到的跟在泥巴里面抓到，吃起来味道会不一样吗？黄菇啊，还有那个，OK， 比较黄菇过得正啦，每缸啊都加卤味缸。哦，所以在水中了，基本上它泡了水，就像我们人那样泡水泡久了以后，那个皮肤也会松掉，肉也会松掉一样。但是在那个泥巴里面抓到就会比较好吃。然后我很过来，他说因为那个螃蟹，他就坐在泥巴里面，不是人，那个很过就会比较，哎，你看光看大小跟那个样子就差很多，有没有？生长在红树林泥土上的螃蟹营养好，也比较好吃。世界第一。